我换个黑兔子。我这把是个猫。我换个狗，来个斑点狗，行。这个时候就应该拿一个棒子。这个兔子上来就想把这个郭德纲上来就想把我丢下去，我不同意。谁爬墙还爬墙，还爬不爬墙？哎呀！铁锹啊！好，给我打他，兄弟，漂亮！快跑啊，快跑，快跑！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。你还拿铁锹？这铁锹好厉害哦，两下抡把我抡死了。对啊，这铁锹很厉害的，一定要一个飞踢把它踢倒。我还没踢着，他踢着别人了。哥哥，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输了。没事，还有好几个呢。那兔子死没死啊？那兔子。完了，我这视角。按 QE，Q 和 E 能调视角。弄到了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，还剩个猫跟个鳄鱼。嗯，没死呢，鳄鱼没死呢，左边鳄鱼没死。论鳄鱼啊，站起来了，死了。开游戏音乐呀，猴哥，有游戏音乐吗？你还想起来？你下去吧你！哎，每回都是你。我被你踹晕了。哎，我得先上去，我调一下游戏音乐，兄弟们，先别上来找我啊！这咋上不去呢？这？啊？哎呀！半天了，我来调一下游戏的音乐啊，这不有音乐吗？我死了！我死了！好难踢哦，我这个被他踢倒了。什么？什么背景音乐？搁哪呢？背景音乐？什么音乐？不知道呀。剩几个人啊？还两个，还是那个扣。哎，没想到吧？哎
等会儿啊，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先等他抡。哎呀，这也能抡死啊！嗨呀！让你爬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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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下去！你能上得了吗？完了，不好意思。堆死了！我应该把武器撇了的。哎呀，我没想撇我那武器，我想给他踹下去，你知道吧？哎呦我！有一个兔子爬上去了，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？叫动物派对。行了，这小猫没了。孙行者，孙行者，啊，孙行者死了。哎呀！郭德纲死了，就剩这泡沫了。这两个都死了吗？对，都死了，都死了。就知道的呀。那没有视角了，别打了，就剩这泡沫了。哎呀！他人呢？他被毒死了。他被毒死了，嗯。鳄鱼，你大爷的鳄鱼！啊，我死了！我让你在那堵我，还堵我！你给我下去吧你！这怎么给我打死了呢？还？哎，一块二不亏。哎呦我操！哼，为人打鳄鱼，哎，兔子没了吧？哎，没死呢啊！左边那个鳄鱼死了，这也没死呢，快出去，有毒。你俩这是我广场舞。可以啊，拿到两个小黄瓜了，赢两把了。是拿到三个就赢了是吧？对。你又下去吧你，别射了啊！不行！救！这咋爬不上去了呢？这回呀，啊？这老上来第一个死的不行啊，这哪能行呢，这没有游戏体验呢，这。啊，不要肉啊你这个骨头高。算了。游戏体验极差。啊，俺俩是一个倒数第一，一个倒数第二。
他们怎么能爬到墙上去？你可以爬呀，有两个爬墙的，鳄鱼死了，鳄鱼。底下这小子，这小犀牛应该是有点无敌了啊。嗯，郭德纲没死呢，这也没死。网球拍也拍不死吧？网球拍跟铁锹应该一个伤害吧？哎，他们怎么吃两发这个网球拍都死不了？我怎么一下就死了呢？打头了，打头一下就死了，行吧。Garillo 应该是无敌了 ，Garillo。不行啊，这不行，这我上来就死肯定不行，我得远程虚区一波。哎，老公，这泡沫上来就要弄死我，我真的服。你跟我打，不行，这个地方不行，这地方得赶紧跑，兄弟们，有没有别的武器啥的呀？有没有武器呀、啊？武器。哎呀！我决定我也在上面抬。还打？你也倒了吧？这老给我连招，这能行吗？这一整，一把没赢啊！这。我必须得上来，我得躲着点，我发现了这帮人就盯着我干呢。我上来我必须得躲着点，被抡死了。快把他举起来，举起来，别在那撂蹶着了。起来一个，完了，鳄鱼死了。Garillo 行啊 ，Garillo， 我得整个不太显眼的。我这换个地图吧。行，我这狗还是有点显眼了，兄弟们。我人呢？你老打我干什么玩意儿？哎，直接就飞机了。